下个礼拜就要回巴黎去了，然后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我对你来说是什么？十五年来只看着敏淑贤一个人还不够吗？我也是男人，我也是个渴望抱着你的一个男人。像我这种人从一开始就不是敏淑贤的对手。家世、外表跟脑子虽然通通零分，但你是巨俊表少爷第一个肯定的女人。谢谢你了巨俊表，谢谢你今天救了我。我呢没什么能为你做的，不过呢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我不在自己的家里，会在你家里啊？流星花园。